凤菜三头鸡垂落地，推动两片，其实系水生树都让香改。部分天气已经出现奶流，也就陆续转替两个灾情。不过包含内推动人种要肯定，关山、路沙等八个乡镇市中，两下独立归位。主讲讲大家为年会安样唔好，记得都集体参签准备。凤巢外岛内推动惠民巷基建由台东、韩国哈巴耶西台风落台移，富桥岛就有内流大逆反动公路。此外，推动市中心三号上山后，有陆续连续的本一下级的台风吹到中下来。可能风太大，而且我们这边农药先欠，就是说种的太浅了，所以我们这边跟那边全部都倒了。因政中央气象署预测，推动外岛动态仪，推动县政府每派人去视察，沿内当地嘅做些嘢排水系统，就讲落台台仪水排不利。如果大的话，可能那个如果河道里面有一些那个模板什么，它会影响到那个风水的断面。凤巢二六页，不过包含建中同台东市关山镇、鹿角乡等八个乡镇市中，都拄好分别去意大利同佩鲁做功夫参访。参加佩鲁经过三十重年建筑法统的关山镇中国，随时同同事保持联络，讨论凤巢二六页运用应变，每同其他的乡镇中决定后位而参前转会办。我临时就决定了会在今天9月30号，全部都会赶回到台湾来去做这个灾害应变准备，还有这个灾害复健的工作。在我推动县政府讲，严重基金地对意大利转台湾的路况的，按照天公爷为准到来，每位做正常的尝试，由副县长来推理主持防台应变中心来进行可能的展会。下个新闻，陈君敏推动报道。